还有什么哦，金属热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呢是星期一，大家心情应该蛮郁闷的吧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很坑的游戏，叫做《香肠传说》，就是拿香肠来打架哦。这么坑的游戏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直接来玩一下吧。单人游戏，升级模式好了，虽然还没有升级哦。这边呢，我们要选自己的香肠，我们这边有热狗，然后无衣小肉肠。然后它有特殊能力是剥皮，就是血量是 30% 的话，攻击还会增加。再来是巴伐利亚白香肠，我没有看过这个好出。然后在游戏获胜可以恢复 2% 的能量。我目前只有 这三个香肠哦，它每三个小时可以开一次那个香肠的箱子。那它怎么玩呢？就是按着萤幕蓄气，然后蓄气就会攻击，攻击越蓄气越久，伤害越高。但是呢，你还要抓准时机才能命中对方哦。你要抓准人家弹起来的那个时候，你看他香肠好长啊，他香肠太长了啦。那随便甩我都被甩到，我怎么打不到他？太短了，打不到。好，你要等他甩过来，有没有？抓准时机，有啦！看我把他们香肠打碎了，好粗哦，这个白香肠。好，尾鱼，哇塞，尾鱼，这不是香肠这是尾鱼哦，可是他很好打。他很大一块，他怎么打不到我？奇怪，可是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有办法赢吗？他晃过去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最后一集啊，我赢了，我们的香肠赢了尾鱼了，差一点，好危险哦！为什么他打不到我？瑞士风干肠，这个太长了啦，他卡住了啊，不行了，我没血了，这超难，这叫连战好不好？这边连战的话呢，必须看广告才可以接关。好啦，我们接关再来挑战一次这个瑞士风干肠。我搓，有，等他不要晃，有，全力一击，有啦，打碎他啦！我们的香肠很强的，好肥哦。再来是英式红肠，这个也太长了吧？怎么都那么长？可是好像蛮好打到的。他甩来甩去的，很痛，揍你！痛痛痛痛痛！被打到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能量聚气会解决，会断掉，把它整个打碎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这个白香肠很猛的，机械哥德堡这啥咪？这是烤焦的吧？太大坨了吧？这什么？好硬哦，很难打等一下，血量有点多，皮有点厚，中你！它有点短短短，弹性有点好，不行，打赢它！机械肠 boss， 打赢它 ，nice。我打赢这个烤焦的香肠啦，五连胜哦！还有鱼肉香肠，等级二等一下，他那个套子还在，就是香那个鱼肉香肠套子，国外比较常看到，台湾好像没什么这种香肠哦。鱼肉香肠，很多人好像会把这个当零食的样子哦。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不行，快死了，别中，别中，来，再一下，再一下 ，yes，nice。六连胜的白香肠，好不好？我们有点强啊！竹轮香肠，竹轮哪是香肠？你在骗！打不到他有了，竹轮根本就不是香肠啊！再被打一下就死了。可是我没中，没被他打到，我闪避了，巧妙的闪过了。有希望吗？打不到，我也打不到。打不到，为什么？等他晃起来。有希望，真的会吗？他都一直打不到我哇！最后被甩过去啦！这鱼轮好强哦，它等级变二等级二，我们的六连胜被中断了，但是我们已经很强了，好不好 ？Game over！ 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新的香肠的样子来看一下。新的香肠，来看一下，这很像抽卡的感觉。我们获得什么呢？哇，有一根香肠耸立在上面，好黑哦！德国，韩国血肠，在你能量槽最大的时候发出成功一击，攻击可以增加 15%， 哇，这是稀有的耶。然后史诗下面还有那个稀有出现率，哇，所以这是普通吗？我们还有一根吗？我们好像还有一根。他花300块好像可以抽一只香肠，300块抽一只香肠。这一根是什么？德国香肠，这看起来好像很普通
哦，我知道，我们越抽呢，我们那个史诗率会越来越增加哦，这就普通的没有用。我、哦、这韩国血肠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，有点黑，而且又蛮长的。哦，牛跟猪的猪肠做的血肠哎，听起来好可怕哦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用血肠打拼一下。好，目前的香肠越来越多喽，但是他们能力值其实都一样哎，就是稀有的能力值都一样。来，只要能力槽最大的时候，伤害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就先挤满再打。培根香肠，嗯，好薄哦。哎，有了，哇，伤害比较高。哎，我都没被甩，没甩到他。哎，有，很痛很痛，四下解决这个培根。你是培根，不是香肠。哦，钱不错多。切普音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一坨什么？这竹轮吧？哦，我的伤害好高哦。哦，敲个三下就死了，哇，这好弱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切普音，我们香肠好强哦。玉米热狗，哎，这太粗了啦，这外面还有面衣，这作弊吧？喂，看我甩你，我甩你，有，哎，这个比较厚一点。玉米热狗怎么可以这样端来端去？热狗玉米不是硬的吗？有啦，解决啦，哦，里面是热狗啦，可能有装玉米吧。不知道，格拉摩根，哇塞，哎、欸，这好长哦，它好长哦，哇，很痛很痛很痛，哇，它随便甩我都死啊，真是太强了吧！好，我们接关再接再厉，我们解决这个格拉摩根，哎、欸，受死吧你，我甩你，哎、欸，没中，我甩，哎、欸，可恶，你给我回来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再一点，甩回来呀 ，nice。解决这个超长又非常怪异的怪香肠，还有什么哦？金属热狗啊，金属看起来有点强哎，哇、哦，太痛了吧！哎、欸，我被甩一下，剩这样，有够痛！哎、欸，没事，我哎、欸、有机会，受死吧！哎、欸，没中，别哦，我甩啊！钢铁意志什么更新哦？解决了，哎、欸，它会更新啊！钢铁意志什么鬼啦？土耳其香肠，哇，好快死嘞！土耳其香肠看起来蛮普通的，可是我一个要死了，我随便被甩到我就死了。但是有机会吗？赢了，先发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用到了六连胜，哎、欸，我好厉害哦！又是玉米热狗，打过啦。哇，哎、欸，还没动我就死了，我还没动啊！我们又是六连胜，七连胜好难哦。那我目前还没有新的香肠可以抽，差一点点。好，我这边呢又存到了300块，我们再来抽一根香肠，看能不能抽到比较不一样、特别的、稀有、超稀有史诗香肠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坨，好大一坨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哥德堡香肠啊，这是普通的、哦，这也太大坨了吧？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香肠传说，非常的诡异。真是不晓得作者脑袋在想什么，这个香肠扭动真是非常诡异。但是我突然觉得今晚有点想吃那个热狗，炸热狗有没有？那个在夜市都会卖那个粗粗大大的炸热狗，突然好想吃啊！好啦，那今天呢就先到这边结束咯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大家拜拜呀！